加孩子的一生。不忍心让妈妈承受十月怀胎之苦和第一个月就主动出生。一落地我就学会说话，并以全系第一的成绩从清北大学说唱系毕业。我习惯零点开始晨练，先用7公里每秒的速度慢跑5小时，再去挤豹子奶、捡暴龙兽的蛋，稍微加热一下，一份大孝子爱心早餐就做好了。为了解决家里的经济负担，我自学炒股，你用10块压岁钱就炒出了100万。钱嘛，当然是交给妈妈保管。七大姨给我介绍相亲对象，我在2周内完婚，并生下8胞胎，满足了爸爸妈妈抱孙子、爷爷奶奶抱重孙的愿望。妈妈的脸上长了一根皱纹，令我悲痛万分。男子要无来心短，长生不老药帮妈妈恢复童颜。妈妈吃螺蛳粉意外猝死，我立刻炫了3大碗，扔下去大闹地府，自毁生死簿，人类从此不死。我的过分优秀引来了天打雷劈，度过了5次天劫后成功飞升。人类为了纪念我的贡献，在猪赛狼马峰为我立像。我的一生。说你必须吃清淡的，你脚还没好，别乱动。辣条永远的神，掉地上还吃。不满100斤，禁止入内。18至20的巧克力，再来上小。绿豆，你犯了故意受人罪，跟我走。吃自助餐啦！考点复习不完，没胃口吃饭啊！派老师，为什么没有监督我儿子上课吃零食？交了那么多暑杂费，鸡鸡还瘦了。爸爸六，害大家受苦了，跟我出去吃大餐吧！甜糖奶油蛋糕100分，油腻大虾50分，好。宵夜来了！哦，总算胖回去了，肚子好痛。
够了！小野又来了！他的这脖子，他的肩背。居然有健身卡，你是不是想减肥？冤枉啊！我办了健身卡一次都没有去。对对对，我在健身房一次都没看到他。未满200斤，不准出来。再多点，不够喝。够了够了，喝不完了，喝不完了。不太好吧？刚好还能剩50斤。艾迪，借我点体重，回家就还你。再多点，我买了好多东西。10斤，还我体重。记住了，过两天。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？最近手头紧，下次一定还。商场做活动，100斤可以买一台电脑。再来10笼炸鸡。我多买了50台电脑捐给学校。你们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加油啊，午饭就靠你们啦。神剑到。哦，这些够吃3天了。题目太难了，我没办法。什么都指望不上，我亲自考。汉堡套餐，分数太高了，省点花吧。哼哼，成绩刚下来，分数有的是。卷子改错了，总分还差30。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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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，出点卷子吧。我这个暑假还没吃饭。快进来，我边出题，你们边做。出魂太乱了，让学霸先做。周末还到公司义务打扫，必须扎心。妈妈的好儿子。我们收养他吧，好不好？
的戒指，这不是我的戒指。小祖宗啊，你究竟吞了多少戒指？我的限量口红，嗨，拍钱款收好啊！怎么回事？谁欺负我儿子？站出来！哦，好亮眼的帅气！帅哥怎么可能犯错？叫你撒谎，叫你撒谎！幸好有给塞吉的脸上保险。这节课大家画自画像。头像怎么回事？因为画上有塞吉。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这种绝世美画。我出281200万。5000。此乃镇馆之宝，谢绝楚寿。哦，没死啊！大哥怎么还没来？我去看看。哦，没死了，没死了。感谢你帮我们逮捕了潜伏多年的偷盗团伙。赶考零分，暑假在爷爷这养鸡赚学费吧。要啊。赛季听我所学习，多亏你配中了鸡蛛侠，居居的数学终于及格了。100只鸡有800只脚是对的，两分还我。我替朱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。神机呀、啊，咱们联手吧，捐208200聊表诚意。震惊大赛小胖炸鸡店击败了行业龙头肯塔基，挤进富豪榜前10。哇，这么多蛋，发了发了！救命啊！别别，孩子们呀，我是关键。养鸡场打理的怎样啦？患者的血型是布丁奶茶，全糖多冰，准备吊瓶。没有布丁奶茶啦！现做的成功率只有60%，确定要喝吗？奶粉、茶、布丁、冰块、小面罩、口香糖。
术很成功，平时要让他多喝奶茶，按三餐泡着喝。谢谢医生。请抽选要入住的房间。恭喜，是电竞天堂。恭喜，是快乐学习房。看什么看？竟然复习。开饭啦！嚼到什么就吃什么。有点热啊，出来出来，抽睡觉时间啦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外星人，赛吉，你是不是有口臭？赛吉睡208200天。派老师，赛吉30年后再去上学。达睡0.0001秒。上学不准带零食，交出来。信，你买的零食孙世贤省校了，这包辣条赔给您。交出来，省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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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考试不及格保险，不及格加10分。胖达100，赛季90，瑞比90，阿达80分。这次大家都考得很好。试卷好简单，不及格险白买啦。就是，根本用不到。49加10分还是不及格。我买了5份。体育老师生病了，这节课上数学。发动体育课险。当体育课备战时，可以获得3节体育课。赛季，分我一节吧，我想上体育课。我下次要买体育课去。不许吃零食。吃这个可以加一点智力。那多买点。嘿嘿，地瓜不快乐快，地瓜不快乐快，地瓜不快。这比巧克力划算多啦。下课！电玩家呀，一样的
只要十分钟就能上完。给语文老师也装一个。我想要个温柔的老师。没问题。老师好漂亮。把潘老师也换成美女吧。听老师才能享受七天无理由兑换。潘老师已经教你三年了。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。我不听。哎，假一赔十，送你十个数学老师。我不要上数学了。熊老师又生病了。病还没好吗？体育老师体质太差了，一直生病。不错，我们家的体育老师真不比较训练出来的。体育老师生病了，这学上英文。你怎么诋毁我们的体育老师？这是不当商业竞争，我要告你。